多谢主持人吼，今仔日非常欢喜，会当来参加咱原奖的即、這个模范父亲啊、母亲啊、甲好人好事的即个代表的表扬。咱现场吼，是咱今仔大会的即个主席啊，咱的大家长啊，李明明李乡长，爱是上届认真吼，啊又个认真个水吼，啊我伫咱原奖每一个所在啊，每一个场合。拢有咱李明明李乡长吼，伊拢亲身到每一个社区来吼，会使讲非常认真啦吼。啊，另外啊，搁有咱即个农会吼，李美容啊，李总干事，现场啊，搁有咱来自啊，咱国川吼，咱遮个船长啊，咱个代表啊，甲今仔日上届重要，就是咱受表扬咱遮个。爸爸妈妈啊，甲咱的好人好事代表以及各位贵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哦，咱原奖是赶这张上早的吼，会使讲大家每一个透早拢非常的有精神啊，每一个人啊，拢看起来拢是充满着希望吼。咱嘛知影讲。每一年吼，咱咧表扬即个模范父亲、模范母亲，甲好人好事。啊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包括阮县政府伫今仔日吼，嘛表扬咱县的，而且模范父亲、模范母亲，甲好人好事。疫情的关系吼，咱家只个活动拢做伙来举办。因为虽然是五月的时阵，啊，大家无法度做伙，但是对着妈妈的敬爱。对着咱每一个家庭啊，伟大的这个母亲，吼、哦，咱是心怀感恩啊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咱嘛利用咱表扬这个父亲节啊，这个表扬模范父亲诶，这个时阵，咱做伙在做一遍来感谢咱所敬爱的爸爸妈妈啊，咱嘛要来表扬啊，每一天啊，每一个时刻。啊，拢伫咱每一个角落，哦，咧替咱啊，点点啊，做兴善啊，乐善好施，啊，是从事社会公益啊，去伫咱厝边隔壁啊，咱的社区邻里啊，替咱做一寡吼，啊，咱所无法度做，啊，是会当帮衬人的遮个善事，而遮个好人好事。咱讲家庭内底。因为有爸爸妈妈的付出，所以这个家庭真和谐啊！咱这个家庭的子女会当快乐的成长，社区内底有好人好事啊，有这个红色人物啊，替咱啊默默献身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社区也会当进步啊，会当和谐，会当祥和。直接要非常感谢哈啊，代表咱张丽生张馆长。先来恭喜咱所有啊！今日接受表扬，咱的模范父亲、模范母亲，啊，个咱的好人好事啊，非常感谢。另外，要向各位士大啊，咱的乡亲来报告，就是咱婚姻观啊，是一个高龄化的这个关系。尤其咱原中乡吼，含水拿，我本身是水拿囡啊，含水拿是咱婚姻观。上老的两个一个乡镇啦，吼，拢是差不多超过25%，有四分之一，将近四分之一，诶，即个老人诶，即个乡镇，所以县长吼，伊特别来重视咱诶即个时代，吼，无论讲是即个健康，还是咱食食吼，甚至讲其他诶政策，吼，尤其咱张县长在就任了后吼。啊，来大力推动、推展咱这个中青食堂。伊希望讲会当予咱的时代每一工会当啊，行出家门，行入来咱的社区活动中心，来到食堂吼。啊，大家食饭配话，进一步利用来到食堂的时阵，咱来做一挂课程，做一挂活动，吼、来增进咱啊，即个时代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，吼、咱除了食饭配话，买当来顾腹肚，也顾咱的健康安尼。所以伫这个方面吼，过去
咱一直咧拍拼，所以目前吼、哦、包含咱即、這个啊卖了，总共咱婚姻观已经有137位诶，即个重庆食堂啊咧推动。馆长希望讲伫每一个村里吼，拢会当有一个重庆食堂啦吼，上少一个重庆食堂，互咱个时代伫遮啊来食健康，啊嘛食快乐。哦，啊，借着食堂的这个推动吼，再来推动各种的这个老人活动吼，老人的这个福利，哦，包括讲啊，是毋是会当把这个喙齿顾好，啊，另外佫把这个视力做顾好，所以针对这个中低收入户，啊，嘛有这个老人的假喙齿的这个补助啦吼，上济吼，啊，安尼这个规个吼全靠的这个补助吼，中低收入户拢有啦吼。啊，看是全靠啊活动，还是半靠活动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会当啦，有需要的会当来问咱的公所，还是阮的这个县政府社会处这边遮。另外就是讲，目前吼、哦，伫去年县长去甲这个啊争取来啊10,000户，而这个免费的老花目镜，目前还阁第二次的这个10,000户，就是讲第20,000户，吼、哦，嘛咧开始咧吼、哦、接受咱时代有需要的申请。所以，那只要去含阮管户特约的这目镜行有验光师的所在吼，你甲讲你要配这个老人目镜吼，免费的爱心的老人目镜，吼，你就使来免费配用吼，65岁以上，吼，65岁以上。馆长的意思是希望讲，咱去照验光师的这个目镜行，进一步呐，准讲有需要啊，除了咱这老花的问题，咱来配镜。那知影讲目睭有其他的病变的时阵，咱嘛会当建议去啊，这个病院诊所来治疗。所以希望讲，咱老人除了这个食清啊，嘛希望讲会当健康快乐啊，这是咱张馆长啊，伊上大愿望啊。伫遮真简单，甲各位来报告啦吼。啊，再一次来恭喜啊，最后来祝咱今仔日啊各位的啊，咱所有的贵宾。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天大会圆满成功，谢谢。